一年前，舒肯斯坦博士为了复仇，创造了大量的机械僵尸，但四名英雄挺身而出，阻止了悲剧的发生。今年，博士又重新叫醒了他的怪物，并让新的怪物加入战局，而英雄们也不甘示弱，召集了日本人、机器人、法国人、矮人，一同对抗着博士与他的怪物们。经历了一个月的长战，八名英雄成功抵御了博士的攻击，但英雄们已经精疲力竭。万万没想到，博士的目的竟然不是攻陷城堡，而是毁灭整颗星球。您好，我是这次的指挥官毛妖塔，我马上为你做这次事件的简报。这次博士利用了英雄的 DNA， 造出了更强力的僵尸。我们首要的目标是尽全力的抵抗僵尸的攻击，让非战斗人员优先疏散。行动代号为透纳。这次我们召集 Diva。半藏。士兵七六，我锁定你了。夺命女。扎利亚，自由开火，感受重力，毁灭拳王。原氏，炸弹鼠。铲牙塔，莱因哈特。露西欧，滚开！任务开始。麦卡利。接下来是关于敌人的状况。目前我们有几位僵尸的情报：夺命女、
安娜。托比昂，蓝露珠，死神，死亡降临，去死吧，元氏。莱因哈特，三杀，四杀，五杀，六杀，闪光。小美，起来吧！还过不过得来？先找呢。以上就是关于敌人的状况，英雄们靠你们了。第一届羽毛杯僵尸生存淘汰赛。八队英雄将比出谁是生存的王者，找好五名你的战友，凑齐好六人，一起加入这次的僵尸生存淘汰赛吧！报名表单在影片下方，表单内有更详细的规则。有任何消息或是比赛的改动，都会公布在粉丝团哦。十七楼的发疯吗？